所以是第一天可以滑比较久，后面的有吗？有了，有开始。哎呀，你是泡汤吗？晚上啊，还是要去的。不要哦，泡汤可以消除疲劳，脚酸腿酸要。我看3:36。你后，你刹车比他厉害，你可以在他后面。爸爸，你要刹好车，我都是自己先。先讲好谁跟。不用跟，这里全速加全速就对了。啊？这里加全速。直直滑下去啊，不然你过不去。你不知道去哪里了。真的有卡住哎。好，等一下。我们现在是继续走。用脚踩比较快，用脚踩。没有，这样也 OK。我觉得它翘得好高哦。没关系，这样子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。不用力踩。好，不要踩，不要踩，拿出来，然后脚底敲一敲。那个脚下那块。脚跟要敲一敲。脚跟在那个鞋，在那个前面放一点刮它。脚底有血，脚不是。啊，好。等一下，大家都一样用冲的，不冲不冲不行。这里就要开始冲。这里就要开始。没关系，离远一点，离远一点。你们一起没关系，谁先都可以。
是后脑袋的扣子。啊？什么是？哦，我懂了。上车那扣。快车可以找到吗？没有。
风向。如果我要试，我要试晚工，不要试风向，因为晚工的血比较多，风向的血比较少。什么？绿的啦。啊？绿的。蓝的是那边。蓝的是这个，绿的是这个。蓝的是正前方，我们要去右边。我们是溜绿的，不是溜蓝的。往右边看都平缓。哇，血好多哦。拜拜，拜拜。你们休息啊，拜拜。拜拜。那我们嘞？我们等一下，我们比他们快，一下又会追上。你们跟啾啾啊，那边下去就回去了啦，都是绿的。没有比较陡，你看这边有没有很平？很平啊。很平啊，对啊，你看慢的要命。这里没有比较陡，看这里也很平啊，有没有？这边，
要去晚工，不，哇，四点了。我就只滑一次。再滑一次那个。只滑一次而已。我想滑两次。你想？晚工。你带你姐他们滑两次，我滑晚工滑一次。好，休息就休息。不要滑太多。你要去哪里？去那里？是吗？要陪我吗？那你陪妈妈。不要。好。谢谢。你要教妈妈。你要教我。你要教妈妈哦。没有，我没有带你哎。我要跟弟弟去。你跟爸爸。你要去哪？我们弟弟要去华南镇的。陪他去，我不知道哦。光看下去就会怕。我也要去看。也要带带去看晚工看看而已。不要闹脾气，我可以吃。我就是想说那里应该会很松啊，我就想去啊。没有，那里会松，但是不会倒，因为下面很平。滑起来有点像你们上次下那个很恐怖的地方的中间而已，没有到最上面，最上面很松。其实那不是问题，它只是倒了之后很烦。对，它摆烂然后晃。倒了就晃了五分钟了。欸，其实我们都没有进那个小树林哈。没有，那不是真的树林，那个是设计给小孩子钻进去用的。我也不是为了说它叫树林，我只是想去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到底是你要滑两次是不是？那我第一次先跟你，我们来录今天的影片，第二次再滑。跟我那走哪里？当然走正常的啊。温帅啊？温帅有点不大正常。先绿再下半部前面这一条了。这边的。对啊。你是说力气只用一次再挖工就对了？对啊，我那挖工哪一次我又不行。所以先在这里，然后，可是各录一次的话，我怎么录？我帮你录就好了。我自己的可能距离不够。可是别人还是有办法滑这么的，滑成这样。看那个穿白裤子的，他停下来了，就像这样。他一想就可以这样。你都只动脚。对啊。然后我的话还在抱怨说被打滑，都拿去刹车。带小孩的，也是。好了，我先做到有办法这样弯膝盖，但是做。
上面，上面可以看到下来的地方。今天只有上面这一半，这一堆人的上面，下半部就，下半部是我们出来的地方，是不是这堆景色的人，还是下面？啊，这里看得到，你看上面红色的，这就是花岗的高度。这个？对啊，对啊，我们平常会滑这条。不是这吧？是啊，这里就右边是花岗。经验，我觉得左边，没有什么练习的空间。不帅吗？不要了。练胆量啊。哦，练胆量可以，但是练技术感觉练不到什么。那个溜完，那个溜完，今天就没力气，我不要滑那边。就要休息了吗？我是这样讲的。我想我，但是我觉得挖工比较好玩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那边雪比较松。今天要溜挖工？没有，好像也不是这次。我下次才要滑。真的？没有，现在没有。小弟今天有摔过了吗？没有啊。昨天呢？没有啊。哎呦，我刚刚有绊到，会有摔倒。好卡哦！你赶快弯过去，这里怎么没有卡？好冷哦！哦。
真的觉得好像被刮短了。没有，只是现在看一看，你下得去吗？你可以吗？而且要右边一点吗？这里是馒头哎、欸。我没有要去馒头啊。对啊，所以要右边一点吧。嗯。就是吗？我没有要现在啊。为什么要什么时候去？下一次啊。下一次。对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们不是要滑两次吗？对啊，好，走吧。在里面大概我猜测你们要花二三十分钟才出得来了。跳跳，嘿啊，那里竟然有一点跳跳，对，跳跳。因为你之所以有感觉到跳跳，是因为你速度跟我差不多快，但是用你以前的速度滑，你都不会觉得那里有跳。好啊，感觉还可以，那等一下可以去挖沟。你也要下、喔？那我下去以后帮你录。好，你录就是很挣扎的下。不用，你先在最上面。我下来之后帮你录，还可以吗？那要是你们要照顺序下 ，Stanley 先 ，Barry 第二个。
地域で4列にお並びください。信号が青に変わりましたら乗車位置に進み強めな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トップは右にまとめて右または
可以直接到，我只是说我怕你中间卡住，所以我在想说我下去之后我再搭一次 Power Express 上走你的，我怕你卡在半路。不会吧，两个下去好朋友，反正我就是在局处跟你们会。好，你先啊，你先。前面直直走，直直往前下就好了，直直往下滑。你觉得我要在他们的后面 ？Simon， 你要压最后一个。是吗？然后 Stanley 第二个。好冷哦。然后 Barry 要第三个，你要最后一个。你不会又几个弯就下去吗？对啊，我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。我可能会到橘色柱子那边。爸爸跌倒了，真的，还好吗？你这样可能不好站哦，体力没有了。哎呦，这样还起得来，好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你要下去。好。啊？就这样啊。我第一个。Stanley 第二个。Barry 第三个，就最后一个，我会帮你们录影，挥手的时候才开始。然后就你大概看一下怎么下好了。你，
好，直接。滚下来啊！你要第二次啊？哈哈。你们等一下不要一起下，我再一个一个录，好不好？那就你，好，那我们就下去了。你们都先走，全都先走，全都下去。问题的根源不是这样，不是脚开开的问题，因为你是跳着练习的，你很多动作的部分都还不够扎实，对，所以就只是乐趣了。但是这种你不能，是你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滑，之后你上课会更辛苦，因为扭腰滑是不对的。但是我也不能教你什么。我觉得是一开始他的脚没有，一开始真的很怕，是因为你知道我的脚高到怎么样吗？没有，脚多高其实也不是重点。脚是高到这样嘛？对啊，那又怎样呢？鞋啊。其实，不然你这一段你就练单脚滑啊。对啊，就单脚啦。很累。一开始你不敢动啊。那对啊，我自己都忘记练习。我要好好的单脚。
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最終日で運転中に信号が青に変わりましたら交代に進み、そのまま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ストップは2本まとめて右または左の手にお持ちになり、ハンプが到達しましたら運転にお待ちください。私に座りましたら、我这样摔倒了，我这样看到不会啦。我以为那个人要进来了。但是你下去你也帮不了他，因为 那么陡，人都什么动作都做不出来，站都站不好。所以你经过了跳跳板，所以觉得这个没跳板一点都不恐怖，对吧？跳板是什么？就是上次白马下，那超松的，松松跳。这我还是摔倒了。基本上就是。就只是不敢，不敢真的就放那只脚，就是你还是你自己让自己摔倒而已。啊，你有脚伤了？还好，还好。嗯，这个其实我想说雪要不要再穿更紧一点？我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对啊。滑的控制力还 OK， 因为你们害怕的就只有那二十公尺吧。前面啊，前面真的有点可怕，因为我是应该是说被自己的另外一只不是重心脚的，觉得它抬得也太高了，被吓一跳。就只是这样而已。对啊，就是这里吓一跳。我对我来讲的话，我是要试着看能不能就直直下去，不是直直下去，我是说直接从平的接着下去，我要侧着进去。那之前我都是从静止的状况进去。什么静止的地方？就是我站在这边边，然后慢慢的过去。哦，你要正下是不是？你要是正。我想要平平的，然后接下去，还是斜的下，但是中间就不用平了。你知道我什么意思？平吗？我是没有啊，所以我今天跟昨天比，我昨天是站在边边下去，今天是站在路上，然后越过边边再下去。我觉得好像也没怎样啊。斜切进去就可以，然后就只剩左脚在撑着了。只是它很宽啊，很安心哈。还可以。我觉得什么人？所以我不想玩 moonshine。你记不记得昨天 moonshine 的触感？就是全都被刮得光光秃秃的那种感觉啊。所以我说我要试蓝色，然后不如试这边，因为这边没什么人。哇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挺好久。我话才讲完。因为一大堆人下了就往左走，就去温泉。哦。然后我刚有仔细观察上半部，上半部那个挖工我观察了一下，那个斜度更恐怖，所以上半部不能。你看这中间几乎都没有人。我昨天帮你录风下来的时候啊，后面突然间就被狗票人冒出来，从我旁边飞过去了。不是，就是夜华的人啊，全都挤，全都挤到风下去了。那还不如滑这个，而且这个好宽、啊，我觉得比风下宽。不可以去右边，右边是馒头啊。没有没有，馒头一下就过去。而且那个好像不是真的馒头，那个叫人造馒头，就是有人觉得心有不甘。有一个人坐在地上，我们要滑的路是有一个人坐在地上。没差、啊。我是。
实有力气也不要再滑了。Over. 我想明天去，就是去上课坡道滑。然后。那少宇想要跟怎么办？你要让他跟吗？不大想。啊，其实也可以啦。带着他的话，我们就不会不小心耗太多体力，因为会停下来休息。那班长会有吗？我觉得第四天早上，我要爬，我们要爬第一轮，就是九点那一轮，因为明天晚上会下，搞不好今天晚上会下。今天晚上也可以爬第一轮啊。不知道，你有兴趣吗？然后如果明天觉得很 happy 的话，后天再来一次。明天觉得没什么的话，我也不知道。而且今天晚上吃过晚餐之后，就可以决定之后要不要吃早餐了。不吃早餐，我们就会吃太饱。对啊，我们说今天晚上一吃，觉得说，哎，森林餐厅可以吃两个，那明天早上就可以，我们就可以更早起床，然后在8:45还没拥挤的时候，赶快冲来穿好鞋子，坐他椅子会那边上来。绿的先热身，哎，搞不好绿的就松垮垮了，有可能吗？做第一轮的，你会滑到那种有压雪车痕迹的那种路线。一直很想追求那个。不是追求，你要滑滑看。我冷哦，为什么超冷？要有那种纹路会让你很安心，很适合练习，知道吗？我们这种坡道现在就是没有教练，缺乏练习的功课。好冷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超冷，超想尿尿，怎么办？他们至少三番以后。已经过了三番了。啊，你前面了。
你现在不够远吧？好，我先下帮你录啊，我先下帮你录啊，我先下帮你录啊。要帮我录啊？对啊。哇，他在测价、啊。也没有、哦，他只是在试。他可能下半步就用滑的了吧？他开始滑了，开始滑了。那被围起来的。在那里嘞。啾啾在那里嘞。你是没有画线。对啊，一个一个下好不好？哎，你有药吗？贝尔有药吗？真的要？哦，好。成功。你去我下面，不然你滑下来会把我绊倒。我可以附近。
你可以，你的血管会卡到我。这是谁 ？Barry 啊。爸爸。啊。会停不下来。哇。哇，冰哥都滚下来了。好了。又要下来了，对，我看到了。那干嘛？等那个人。他是故意挖的哦。那个就是馒头啊，要跳跳练习跳跳啊。君子在哪？在前面。还在上面啊，他要等那个人走。对啊。哦，这样脚很累。我可以滑篮球。开始还不行，一开始要先那个撸，然后才能开始。小心，哇帅，安全的、啊、，nice 哦。继续往下滑。好了，继续往下滑，你们舅舅继续往下滑。有一点上面很好了，都在你先。都在我跟你哦。上面有一点，你三请。这也不用录了。往这个方向，好，是也可以，没差啦，才两个弯而已，收好就好。好冰哦！对啊，你没有带，我有带都觉得很冰。哦，我今天带那个暖暖包没用到。好，好，走喽。好的，舅舅下去录，我要下去录。不用录了啦。我也有路过哎。
哈？对对对对对。有没有中间要上天的时候有膝盖松开的感觉？膝盖松开。对啊，差不多就这样。收工啊，当然要收工。